你就在这个游客休息的地方，给他添加一些功能。我不要你们单独给我建个人。那么哈兰书也不光是我的书，因为我写的一些地方的东西多，也可以加深他们对这些地方了解。第二个，我希望把当地写作那些地方更多的一些写作者的展示地方文化的作品，也把他们带进来。